们，爱你们。南昌，你们太棒了。就是说南昌，OK， 其实我知道这边有很多也有一些远道而来的朋友们，谢谢你们选择我们，但是我在这边我也需要你们的掌声，需要特别的感谢我们这次我们的硬体搭建还有我们的工程部，在短短的两天把我们的舞台搭建起来，谢谢你们。上一周的礼拜六接收到通知，必须是礼拜四的凌晨四点才开始进场，就积极的有在开会处理这件事情。我们要如何呢？去用最短时间内把它搭建出来，然后制造完美的效果。好，我们现在是在上海的机场，然后我们即将要飞去南昌。曾经非常非常喜欢在上海吃下面馆跟下味馆，老好吃啊。嗨，丁峰。嗨，千玺。好 ，Gate 21。加快速度的同时，还是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它可以有弹性，可是因为它现在就是跟这边比起来，它太高了。对，就像左边一样这样子。硬体们可能会比较辛苦，会跟同事先交接好，想办法会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它这样。我在考虑，就是因为之前的歌迷都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担忧嘛，就是因为这次搭台啊，比较他们也都知道我们晚上开场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想说今天晚上是不是就是唱 melody？ 就我们是一遍副歌，然后结果呢 after 那个就是唱歌词的副歌。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可能就是我带观众唱一下那那那那那那 Oh my baby， 我说 Fergus hit it， 然后就踏等就这样子的。需要先帮你绑好吗？如果后面要送的时候，就是要先帮你绑好。我绑，当然我是可以找那个时间绑，因为你绑时间的时候，就是人家就很明显了。对对。But when you're doing like, say, you know how towards the end of 寂寞的季节 where the band is kind of bigger, but I'm actually hitting like these really high notes and I'm actually really singing loud.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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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先落在心脏被截住，合照之后，好再来丢毛巾。只灯非常的强，然后照到那两个区域，然后我看到他们全部是这样子，好像是我的那个《太平盛世》那张专辑的封面。对，那是故意的吗？导演，不是吧？有心还是故障？故意不小心的。我的眼力确实好，但是我想看看我们在二楼三楼的朋友们。来来来，我准备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来吧来吧，可爱的，谢谢。来，我来看一下啊、哦。我试试看，我试试看。我必须要坦白跟你说，看不太清楚。哎，不好意思，我看的是这边，哎，真得位。好，这个梗从此退休。耶。我们的导演呢非常的贴心，他跟我说慢慢跟大家聊天，我们还有时间。准备好了吗？用之前稍微洗一下啊、哦、有我宝贵的汗水。终于又再见到你，是那么美丽，我紧张的话都不会说，
傻傻看着你，可是谁也不能阻止我，我要挽联你。So lonely， 只为你的梦。